我们大家看一下那个拉萨海拔最高的厕所。你看那个洞，那边直接通到那个山下去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呢，刚刚那个厕所呢，是直接从最上面通到最下面，超可怕的。如果不小心大便跌下去，应该摔死吧。我刚看到那个厕所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就是可以，就是万丈深渊，那个什么世界级的厕所。真的，世界级。不过这边也应该是目前应该算是拉萨这边海拔最高的厕所。对，可以去上一下。现在旁边就有那种现代的厕所。那我们刚看那个嘛，就是以前像茅坑的东西，然后他们便便就直接从顶楼到地楼了，直接下到一楼。这样的吗？不是，他是直接咻，直接像很像坐云霄飞车这样子。那我想说，那是不是他不是越叠越高，越叠越高啊？对啊，那一年清一次吗？那很可怕，太有趣了吧？好啦，那现在我们就要等待那个进去的时间。现在规矩真的很多，真的多到我真的觉得，就是参观的品质是没有以前那么好了、啊，我觉得，所以趁早来。趁早来，有机会一定要赶快来。再不来，你就上不去，你也进不去了。对，好啦。